哇，好多海绵宝宝呀！我要吃，我要吃！我竟然不小心的碰到这个石头了！哦不，太迟了！哦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大罐海绵宝宝巧克力来喽！你这不是吃，是硬塞呀，果子！姐姐她太大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把这些海绵宝宝巧克力吃完，你们会在评论区里给我打一个好字吗？咦，快看这个表情，好奇怪哟！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海绵宝宝最喜欢吃什么吗？海绵宝宝的老板又是谁呢？山迪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只松鼠呢？海绵宝宝的房间是一个菠萝还是一个苹果呢？你今天问题太多了，是十万个为什么吗？赶紧去重温一下海绵宝宝吧，嘿嘿。你今天不但吃的多，话也多呀，赶紧闭嘴吧，你不累吗，果子？我不累，我不累，一看到巧克力我越吃越开心呢。今天的海绵宝宝巧克力我好喜欢呀，都是童年的回忆呢。好了，今天巧克力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